这个可以选的是 Magic。这个好像麦块里的那个什么 potion， 然后其实它是 slime， 里面有各种 slime， 这是 DIY 制作组，然后我们是在美国亚马逊买的。哦，晚上了，喝药水。哦，白天的，没有白天的。哦，看得见的。哦，看得见的。那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来，你来开一个，我也开一个。这个。啊，这个。其实你看它真的很漂亮，很像 potion， 很像 potion， 因为在美国亚马逊买运费相当的贵啊。所以就只有买了三个，然后它有那个美国的舒压拉条，如何呢？舒压拉条，哦，有一点点的那么的不舒压。那先开了。好啦，开开吧。哇，里面好多东西哦，然后有两个像实验体的瓶子，两个瓶子让你装史莱姆的。哦，这个感觉是成型水，这个感觉是胶水，这是成型水，这是亮粉。它里面有这些材料，这个就是它的搅拌碗，然后它有附了一个这个超可爱的搅拌碗，它可以，它一个里面可以做两种，你要做这一种的话就是加，我感觉是，然后你如果是做这个的话就是加这个。我想先做这个的，因为这个整个搅拌，这个是紫色药水，哇，紫色的，好香哦。然后再来这个贝壳的，你就会。变成贝壳美人鱼，贝壳美人鱼，加水。哦，这个感觉是很像盐哦。全部加完才能搅吗？对啊。Mix， 我的神奇本本。哇，好美哦，已经成型了耶！而且它这个罐子，罐子非常可爱，顶上可以开，但是撒盐，撒盐，撒盐哥的。它顶上是不能打开，虽然是有盖，所以其实它是从这边打开，然后装史莱姆进去。这个很香哎，它不会像你史莱姆臭。哈哈哈好可爱哦，球球，蛮可爱的，对，蛮可爱的史莱姆。它嚼久一点，对，真的是好饿，你看。但是我觉得它颜色很美，很像果冻吗？我跟你讲，它捏起来像软软，不像软软吗？我觉得它是偏硬的史莱姆，就偏 Q， 偏 Q 的。哦，很美啊，哦，会脆耶，很漂亮啊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。嘿嘿，很漂亮哎，这颜色好美哦。而且这味道不是那种讨厌的香味，是那种舒服的香味。它很像那种饭店还是什么厕所的那种香香的厕所的味道，就是那种厕所就不会什么除臭的那种。扩香棒的，哦，是那味道是比较好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颜色它不会粘手，颜色真的超美的耶。你看，边边史莱姆的好像是要摆几分钟，可是这个就很快就好了。它颜色超美，是有一点点的黏啊，但是玩了一下就不黏。我不会黏，你要习惯它的。它是有点偏 Q， 真的很漂亮，这颜色好美。史莱姆药水，它写。Slime potion, mix and make your own slime potion. 这也是史莱姆药水，把它盖起来。我们再做第二个。这个是感冒药水。感冒药水的味道。然后要自己准备六十 cc 的水，直接。就水。还要加这三包。哇，这三包我觉得真的好美哦，看起来。哦，这星星好可爱。哦，很美丽。哦，我在前面撒。哇，第二种是这个，好可爱哦，是泡泡。这样。哦，好美啊！好，准备搅了。哦。我觉得它这个碗有点大，三个有点少，有点难搅。这个延展性比较好。是吗？延展性比较好，拉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！这个可以拉奶油。我跟你讲，那种快速的奶油纹要这样转的。这个不一样，这形状不一样。要转一下。形状不同。就是要转一下，这样子转一下，这样子转一下，这
样子，你看奶油纹是不是一样？好，来压一下。压，它是这样的，里面很多的星星。那我来开我的，看看有没有一样呢？哦，那我开下一个，一起看这一个。那你帮我做一个。哦，我的也是贝壳的，然后马的，好像在骂人。哦，三个这个彩虹 unicorn 马的，然后它有一个棒子，还有罐子，加一个水，60ml。它这下面有一条线，有没有？这条线刚好是60ml，所以你们也可以直接装。对，你就直接装到这条线就好了。它有很多种类，应该是你里面那个量粉会不一样哦。然后它出来的那个就会不同。我的是，哎，我是橘色的耶，一样的啊。啊，我们拿到重复的了啊。对啊，你看它说它有八种类耶。我们怎么可能买三个就有两个重复啊？太扯了吧！一样哎，怎么办？真的一样吗？我真的一样哎，好吧，那因为刚刚你没有拍到特写，那我这三个一起撕一样。OK， 到给大家看。有人想要吗？可以抽奖。可是我已经做了。第三个有没有抽？如果重复的话，我们就抽奖。对，如果看到它的图案是一样的话，应该就是抽。食欲第一个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要看哪一包。好 Oh my god！ 重复了呢？为什么三包都重复呢？不是，我跟你讲看。我买了重复的毛球。重复的毛球。我们买三盒干嘛？买一盒就够了。好吧，这一个是重复的，就送给大家抽奖，然后会做出来的史莱姆会是这样的两个，非常漂亮的，然后有小瓶，那那个是 全新的，只是拆开来发现重复，我就把它盖起来。抽在 Facebook， 我喜欢送饼饼花姐在这边，因为那天我们小伴很明显的喂，继续抽奖哦。还有拍吗？没有。少，OK。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开箱影片，我们就会多多抽奖，拜拜。